2014年3月26日，昆山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这个叫丁长城的男子是本案的被告人之一。被告人丁长城到庭没有？到。你的出生日期？1978年1月24日。身份证号码？我记不得。记不得了。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丁长城于2013年4月20日涉嫌与其他几人持刀行凶，将一个名叫曹建林的人刺伤。可是面对这一指控，丁长城矢口否认。丁长城，公诉人起诉书中指控你持刀对被害人曹建林进行殴打，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啊？这个我参加的，但是我没有打。你的意思是没有亲自动手，是这个意思吗？对，这个是我帮他们开一下车而已。庭审中，丁长城表现得十分委屈，对检察机关出示的证据全部予以否认。对于这份证言，证言分享的这个事情经过，属不属实？不属实。哪地方不属实？都不属实。庭审过程长达2个多小时，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丁长城一再否认。而且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受害人曹建林不但不追究被告人的责任，反而他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谅解书。在这份谅解书里，受害人曹建林向2个被告人表达了2个意思：一是他不要求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二，他对被告人的行为表示谅解。那究竟是丁长城在为自己辩白，还是说案件本身并不像检察机关调查的那么简单？面对这种种反常的情形，办案人员大胆猜测，发生在1年前的那起故意伤害案一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被告人当庭翻供，一场故意伤害案疑点重重。你是否认可？我没有拿刀。前期侦查一波三折，究竟谁是真凶？这个人跟他是蛮亲密的，或者是有一定影响的人。谎言与阴谋，一线正在播出。这起伤害案发生在2013年4月20日中午12点，地点位于昆山市花桥镇的一个麻将馆。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本案的被害人曹建林正在打麻将，突然遭遇了3个陌生男子的袭击。打了几记耳光的，到了打的人要有反抗的了，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嘛。接着还进来几个人，人都劈了，劈了然后头上都是血嘛。都拿着这个大概长约1米，60到70公分左右的一个砍刀。几刀砍得蛮重的，见后面那刀砍的时候头上也重的。那现场就是血地上一塌糊涂，那个人就跑出头。喊你去救！他的意识还是蛮清醒的，他当时头部正在流血，我们呢就是立马把他，就是安排人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一个救治。我去下雨，我去下雨。
经过及时救治，曹建林的伤势得到控制。经法医鉴定，曹建林的伤已达到了轻伤以上。惊魂未定的曹建林怎么也想不明白，究竟是谁会对他下此毒手。我没有这个亲戚们，就我从来没有跟人家什么经济上什么纠纷，没有的，没有的。一般上我们都是小生意嘛，因为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曹建林在花桥镇开了一家小裁缝店，除了平时打打麻将，和别人交往不多，更不会因此结怨。那么这几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突袭曹建林呢？据回忆，就在动手前，一名行凶者曾专门确认过曹建林的身份。他们来进来的时候问人，那个人的名字。有一个矮的胖胖的叫你是不是叫曹建林？我说对啊。他就打我两脚，你出来一下。哦，他说这句话的目的也就是想确认谁是曹建林，说明他们跟曹建林并不认识。尽管不认识曹建林，但三名嫌疑人显然做过精心准备，种种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有策划的报复行动。行凶之后，他们坐了那个桑塔纳离开，而且是遮挡号牌的，这个是明显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也可以说明他们过来找曹建林有可能是别人叫过来的，不是自己跟这个曹建林有矛盾，自己主动召过来的。究竟指使几名男子砍伤曹建林的人是谁？他和曹建林又有什么恩怨呢？为了找出几名男子的身份和下落，警方调取了案发小区周围的所有监控录像，很快有了发现。发现这个在报案发案这个时间段，从这个小区出来只有出来过一辆车，这辆车呢就是说特征跟现场群众反映的车辆是一样的。警方在现场周围的路面监控中发现了一辆蓝色的大众轿车，其特征与嫌疑车辆极其相似，而且车牌也用红纸遮挡住了。那么大概在14:05，他从小区这条路出来，那么走到从这个小路拐到我们一个国道上。监控显示，这辆蓝色大众轿车从案发小区逃离后，迅速从人民路驶向312国道，后沿着312国道由西向东行驶。可是，由于嫌疑车辆始终用红纸遮挡住车牌，警方无法获知该车的车主信息，于是他们又在车辆驶入小区前的监控中寻找线索。我们在回溯他来的时候轨迹呢，发现在11:36，这是有这辆车经过这个小区。根据我们这个对这个两辆车的这个特征进行比对，他所在车的右前方贴的车标是完全一致的，并且车上就是其他相关的这种碰损、这种磨损特征也都是相同的。他这个前面的遮挡那个永劫同心被撕掉了，然后我们通过抓拍看到了这辆车的那个真牌照。沪西一 X88，车主呢叫丁正东，啊，丁正东也是苏北人。丁正东呢是暂住在上海那边，他的车辆呢就平时也是说在上海和昆山这边啊有过来经过。警方迅速查出了车主的信息，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的呀。啊，我不认识的。尽管丁长城一再推脱，但言辞之中显然有太多不合常理的地方。丁长城，今天在法庭上是把你如实回答。是的。实际上，你跟胖子他们这些人平时又没交往，又没有不是同事关系，凭什么你带他们到昆山来？这个我有替你去饭店吃饭，认识替你见面嘛。来了以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好处啊？什么好处没有，他就给我吃了一顿饭。我就不明白了，居然我非亲非故，因为什么？仅仅吃饭认识，对啊，从浦东开到华侨来，又不吃任何报酬，对对对，你怎么解释啊？他就给我吃，说白了就给我吃，我说就去吃了一顿饭。吃顿饭，你常州就浦东开到华侨来，他们要打来教训人，还不让开啊？开是不知道呀，那就他又没。
丁长城说，得知那几个人前往昆山的目的后，虽然很不情愿，但他确实身不由己，因为按照对方一贯强霸的个性，贸然拒绝只怕会惹祸上身。太好，到了以后呢？到了以后就是我们在门口看一下他，看一下后他就在外面叫我去把叫来一下。那后来怎么打的？这个听我讲啊，我进去，我碰开门了，我外面这边叫你，叫你，他就手拉开，拉那个衣拉开一下嘛，他手来打一下，手开开我都不认识，外面的叫你，他手就挥我，就是啪一击挥过来，挥我嘛，挥我就手拍了两下，拍两下我就吃了，我就走了。找进来的就是一两，那球就是两打呀，打好打了两脚，可能就有人到了。有几个人拿刀砍他？拿刀呢，三个都拿的，都拿这家伙打的。尽管丁长城反复强调，案发当天自己只是负责找出曹建林，此后并未直接动手，但现场目击者的证言却推翻了这一说法。不仅如此，另有证据显示，在这起案件中，丁长城的作用远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好的，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没有在的时候，我在里面，他来过一次侦查过的，来看过，在那是11点来看过的，看过了，后来他们开的车子再来到里面来的。老板娘说，早在案发前，他就看到丁长城在麻将馆附近来回巡视，似乎是在蹲点儿，而且还时不时的在与另外几名男子交流。在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你是否认可？我没有打斗。我知道。从始至终，丁长城都坚持说自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从浦东骗到昆山，而后又被迫到麻将馆里将曹建林喊出来。事实上，自己根本没有动手。可是很快，新的证据再次证明了他所说的全部都是谎言。丁长城试图要减轻自己的罪责，于是在法庭上他一再的推脱否认。可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无论是丁长城还是另外的两名同伙，他们都不认识受害人曹建林，那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跋涉的行凶伤人呢？答案只有一个，受人指使。这是丁长城等人在案发时使用的嫌疑车辆，但是前期的侦查表明，在案发现场出现的可疑车辆并不止这一辆，并且在另外的一辆车上还藏着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究竟是谁？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被揭穿，真正的主谋究竟藏身何处？谎言与阴谋一线正在播出。11:36的时候，行凶的车辆呢，当时经过事发的小区，那么做了短暂停留之后，大概在12:11左右，那么他行驶到离事发小区大概几百米远一个家常菜馆门口的停车场。大约过了3分钟，另外一辆黑色轿车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一辆就是宝骏的一个轿车也停在那边，停在那边也没动，当时呢我们也没有过多的怀疑。可是很快，这辆黑色宝骏车内人员的一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差不多过了10分钟，从这辆宝骏的车上下来一个男子，然后这个男子呢就直接上了那辆嫌疑车辆上面去。后来再过了2-3分钟，又下来一个男子，又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想这两辆车肯定是有两辆车里的人是认识的，有关系的。警方判断这辆宝骏车里一定坐着一个跟本案有关系的人，甚至有可能就是这起故意伤害案的幕后主谋。
然后差不多过了三四分钟吧，然后这原来那个嫌疑车辆上面的人也下来了，总共有四个人一起往那个冯记家常菜馆进去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应该是去吃中饭的。一直到了13:33，那个两辆车一直就要离开的那个停车的地方。从监控中可以看出，这四名男子中的三人就是后来闯入麻将馆砍伤曹建林的嫌疑人，而另外一名男子负责开车，可能是车上的人担心身份暴露，这辆黑色的宝骏轿车提前离开，并没有前往案发现场。因为当时那辆宝骏车呢是没有遮挡号牌，那么我们就通过这辆车牌来查找那车主的信息。我们查询那个车牌车主呢是一个姓万的一个苏北的一个人，他这是在我们华侨这边呢，就是平时这个车呢行驶轨迹就是在我们华侨这边。我们问他知不知道这个梅园里小区发生案件了，有人受伤了，当时他说不知道。那么我们就问他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回答的也是支支吾吾的，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紧张的。万某的态度更让警方觉得此人一定与那起持刀伤害案有关，即便不是幕后主谋也一定知道某些内情。果然在接下来的询问中，万某承认事发当天确实有几名陌生男子上过他的车，去见当时他正搭载的一个女乘客。他也用过我好几次车，以后他有的时候呢小孩啊去幼儿园下雨的下雨天他会打电话叫我送他一下。万某回忆说，那天上午10点多，这个女人又坐上他的车，说是要去花桥镇的一个小区，但奇怪的是进入小区后那个女人并没下车，只是不停地朝一个麻将馆里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人，而后又让他把车开到临近的一条小路上。开到那里去我才停在那里，就一直没动，我也没下车，这个女的也没下车。后来就先上来一个男的，上来一个男的跟他讲几句话，就讲打不打这个男的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还说要不要去拿把刀，或者是买两把刀，或者是说直接把那男的拉出来揍一顿。他们都是在谈，反正就是谈这些内容。跟我只是坐车关系，生意上没关系。源于2012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天他身体不好去检查，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借一下，是去看病。那时候我想想，反正我们就是你在上面，我在下面嘛，无所谓的，送一下也无所谓的。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认识的。在那之后，赵成武经常到曹建林的裁缝店里做衣服，有时一起打打麻将。或许是日久生情，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甚至越过界限，成了一对情人。可是此后没多久，这件事就被曹建林的妻子发现了。在诸多压力下，曹建林说他和赵成武协议分手。他说这个协议当时就是谈好了，双方就是说我给你8万块钱，结束以后呢咱们就是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要找谁了。既然我们俩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该分开的我们你该要的我都已经补偿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对不对？我对他说的蛮好的，我要怎么样啊？对，你说赔的金额也不小了，我给你8个月，给你81000块，你要多少，对不对？你一年挣多少钱，对不对？话要这样说的，对不对？这就是曹建林所说的那份分手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在案发前的半个多月。单从字面上看，曹建林和赵成武对这段婚外情都表示非常的后悔，双方约定分手，并且承诺以后谁也不惹事。为此，曹建林还在签订协议的当天向赵成武支付了8万元的补偿金，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平和顺利。这也就难怪在案发后曹建林会愤愤不平，赵成武在收了钱仅仅半个月之后就食言了，而且居然找人行凶。在当地的派出所，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份街景记录，也许他能够揭示出部分答案。一份分手协议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一次街景记录揭示出怎样的激烈对峙？谎言与阴谋，一线正在播出。多少人？这份街景记录的时间是2013年3月4日，报案的是一名中年男子，据称他接到前妻电话，声称自己服毒自尽，于是警方立即赶到事发地点，发现电话中所说的出租屋大门紧锁，强行撬开后看到屋里却有一个处于垂危状态的女人。他老婆不肯离，就是气得晕倒的，我喝了农药。这个服药自尽的女人正是赵成武。她说那段日子自己的婚外情被曹建林的妻子发现，为了弥平家庭纠纷，曹建林躲着不肯见她，于是在激愤之下，赵成武采用了极端手段。在这个女人的心中，这样做是对曹建林被约的惩罚。是因为这个曹建林家庭的缘故呢，她没有离成婚，她没有兑现跟她结婚这样的承诺。按照赵成武的说法，在此之前他和曹建林曾经约定各自离婚重组家庭，但是当他真的变成了单身女人，却发现曹建林迟迟没有动静。叫我来过吗？我说那你要来不了了，我来了我不是亏了。他说我100%来得了。我没有这样说过，从来没有说过。对于相约离婚的说法，曹建林一口否认，他说自己陷入婚外情确实是一时糊涂，但绝不可能像赵成武那样一意孤行。他离婚那个离假的真的我也搞不会不懂，反正他离了那太傻了没意思，我就这样说了。两人是否真的有过什么约定，旁人无法判断，唯一能确定的是，就在赵成武离婚后，曹建林也曾向妻子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成武服毒自尽，而曹建林想到了协议分手。我头脑不要死给我看，那就好了，我就这样吧，我们离婚不可能的，要不你假如那个补偿一点给你，他就开口就好像要开口好像10几万，然后我就两个人协商，我的81000块全部给他。我说我不要，他就骗我，他说聊聊吧，他说聊聊我本来是可以跟你好，他说我还对你讲一起的。此时的赵成武已经放弃了家庭和孩子，对于这个很不理智的女人来说，也许曹建林的感情才是她唯一的心理依靠。因此尽管签订了那份分手协议，但赵成武显然并没打算履行上面的约定。他天天老是缠着我不放，然后我没办法，然后我就这样吧，你假如这样吧，你就我要补偿一点给你，我们聊掉了。叫我听话，他说你晚上尽量不要打电话给我。我一有空我就打电话给你，每天保证一个电话。他说每天一个电话的保证是否存在，我们无从知晓，但案发前一天的确是双方的一次通话让事态突然失去了控制。4:00早上他打给我，打了一半，他说他老婆来。后来他说我挂了，我就醒，我就去做饭了。后来那女的看我去，她就骂我，叫我走。后来她就，那女的叫我走，她不走，我就叫她走，她也不走了。她说你干嘛吵起来？我说你是不是跟她还有关系？她说没有。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在干嘛？她坐在那个女的边上，那女的在做衣服。她跟我讲以前讲过的，可那个女的打过一个小孩。赵成武说在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和曹建林的关系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美好，或许曹建林并不看重这段感情，或许自己只不过是他生活中的点缀而已。假如我们俩又好，那我假如钱真的点，我估计
稍微补一点感觉，那我是可以的，离婚是不可行的。女方听到这个话呢，第一反应是比较生气，啊，觉得曹建林是背叛她，或者说这个欺骗她，啊，就虽然说拿了钱，但是女方就说还仍然比起在戏里面呢，对曹建林产生这个一种仇恨。面对赵成武的质问，曹建林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让赵成武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于是他回去后便找来了自己的亲戚丁长城，让他帮自己出一口气。2013年4月20日，赵成武打电话叫黑车司机万某带他到曹建林居住的小区打探情况。在确定曹建林在麻将馆打麻将后，他打电话给丁长城。谈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商量，想找问这个男的在不在家，想揍他一顿，啥出出气之类的话。在跟丁长城交代完之后，赵成武便坐车离开了，而丁长城则带着另外三名男子进入小区，在麻将馆找到了正在打麻将的曹建林，随后三人联手将其砍伤。打了曹建林几个巴掌，后来就几个人拿刀就是朝曹建林挥砍，整个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比较短。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3分钟，丁长城等人就跑到那辆早已遮挡车牌的蓝色桑塔纳轿车里逃离了现场。法庭就还是目前先进行法庭辩论。赵成武，公诉机关指控你指使并纠集丁长城对曹建林实施伤害，构成故意伤害罪，是否认罪啊？认罪。认罪。辩护人对定性以及认定事实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丁长城，对公诉机关指控你在赵成武的指使下对曹建林进行殴打，这个情况属不属实啊？认不认罪？认罪。认罪的。尽管从一开始赵成武和丁长城就对两人合谋砍伤曹建林一事闪烁其词，百般辩解，但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赵成武特殊的作案动机也让在场的人非常感慨。本案呢，不仅是这个赵成武失去了原来的家庭啊，也没能得到新的幸福啊，对被告人赵成武来说呢，确实是一个打击。但是呢，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被告人不能动辄就挟私报复啊，我们生活的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还有社会的道德和公德加以约束。希望被告人赵成武和丁长城呢，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好好的体会。我不想听到他。这两天我只在那待了几个月，我还是感觉我老公对我好。为了爱情，赵成武付出了一切，却没有丝毫的获取。在他看来，他自己并不应该受到指责。然而，如果能够冷静地思考，赵成武也应该明白，即便没有最后的供凶伤人，他的心态以及他的做法也并不可取。爱情从来都不是无视道德的振振有词，更不是罔顾他人的一意孤行。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